智新老和尚原籍于民国91年5月9日，农历3月27日，世寿82龄。老和尚一生倡导净土法门，一生发愿讲经，利益众生，纯纯教学，以法喜普润众生，令修行者得以一学一成就，受其教化成就者遍及各地。老和尚教化之德和其浩瀚，非语言所能达意。今仅以老和尚开示与众共结法缘，阿弥陀佛。观太极呀，操场呀，阿弥陀佛。上顶的上品，走去六欲天；上顶的下品，走去他法自在天。参像这款的这样，咱佛教徒是拢爱入去头壳内。人若甲人伫咧谈论中，你都爱讲会出来，唔通讲，哎哟，哎，我听听，我都未记得呀。安尼哦，无佛教徒的迄、那个资格拢无够。中等的上品十善，再去倒数天，倒数天有分作内外院，外院就是倒数天的天宫伫咧大，迄是啊享天福。啊，倒数天内院就是。弥勒菩萨伫遐讲经，诸天的天人、诸天的天公，乃至甲有一挂也未解脱的成就的，已经成就的菩萨伫遐听伊讲经。所以这里倒数天，即内院甲外院啊，伊遐伫遐享受无共款，行正善。善的来讲啊，啊伊毋过伊遐是伫中等的上品善，啊中等下品善，即伫阎摩天。下顶上品仙伫脱离天，脱离天的天宫，咱叫做玉皇大帝，迄、那个就是地色尊天，伊名叫做色体梵音。你若有念到阿弥陀经的人，拢知影哦。唔是中国人哦，唔通咱的中国人的思想，拢认为讲天宫、三界宫、天顶一切神，拢全中国人。乃至个阴间十点阎罗，啊十点的审判官，大家都中国人，无一个外国人，这太错误的观念嘛，叫做邪见。啊，十点阎罗对待来，十点阎罗是咱中国才有，外国无十点阎罗，外国原来是一点的尔，一个的尔，一个阎罗王的尔。这个十点阎罗王对待来呢？你知无？对，当时啊，才开始有十点的阎罗王。唐朝李世民，李世民为着要立政治，啊，才加讲伊去游地府，去创造一波这个十点阎罗王出来。啊，即嘛七变八变。李世民是唐朝吼，啊！李世民较大声，还是宋朝较大声？哈！哎，遐奇怪，即摆来啊，讲这个乌面包公啊，是伫第七殿咧做阎罗王，这乱讲啊，也无根据啊，也事实上。十殿阎罗王内底都无，拢无一个阿弥包公的名，所以这拢干那咱想到遐、讲到遐、做到遐，安尼尔，啊，这团算啦。
对传说啦，对小说来，啊来做作神，无一个实在啊。尤其是咱中国所看的天是一个尔，一个天啊，一个一粒地球安尼哩。哦，这太差啊！以佛教来讲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内底，干那一个哦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内底，都几个天啊，偌济地球？小世界四粒地球。啊！小世界四粒地球，佮小世界四粒地球以外，佮八粒中的地球，三一边八粒，啊，就四百三十二个中的地球。在伫这四百三十二粒中的地球以外，佮八万粒细粒的地球，安尼合咧啊，都一个日，佮一个月，这个叫做一个小世界。在的即卖现在的天文学名词叫做一个太阳系。啊，这个太阳系有偌济无形数，未当好算啊，伊嘛唔知影。干那讲，一个银河系内底足济无形数的太阳系。啊，佛经内底有讲，一个太阳系。在伫咱佛经所讲，就是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安怎算？一个小世界算一千个，一千个小乘世界为一小乘世界。头段是一小一千个小世界，是咧唔对吼？一千个小世界。啊，今嘛就算一千个小世界为一小乘世界，搁甲算一千个小乘世界为一中乘世界，搁算一中乘世界一千个合力为一大乘世界，安尼内底有三千，一个大千，一个中千，一个小千，合力安尼才叫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但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内底只一个佛，所以要修甲做佛咯，无遐尼简单。一个尔尔呢，唔是讲安尼，足济咧。啊，一个有成分的尔，啊，拢是那阵有成就呀，嘛是菩萨的尔，也未到达佛的境界。所以佛是最高境界。佛国再来只菩萨，啊！这个宇宙中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偌济？定位讲起啊，吼！印度一条恒河，佛陀那见讲经拢用一条恒河来譬如，一条恒河的沙有偌济？有偌济？啊？偌济啦？哦，不可算，干那恒河沙都不可算。啊，接过来，譬如讲，一条恒河沙，一粒沙来做一条恒河，啊，所有的恒河的沙偌济？无啊，都通讲啊。哎，宇宙中有遐尼啊济的恒河沙世界，所以银河系有遐尼啊济，所以。教中要研究，就是讲叫你目睭爱看较远咧，看较宽咧，唔通安尼看伫目睭前，看伫现在啊。咱拢是看伫现在才真够甲人计较，例如话好，你骗我啊，我叫你骗我算袂好啊。所以咱恁在家敢无咧念啦吼？见食饭的时候咧念无？念三句有无？无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哦，安那念？念我听我。啊？啊？好，好，过来，迄过来，迄三句较要紧哈。好。哈，愿断一切恶，
原行一切先，原道一切诸众生，这三句真厉害呢。这三句讲落去，你若连你若无修行，拢免甲人讲个。原断一切恶，所有去用偏，拢袂使你搁待咧受气啊啦。心灵若待了无感觉啦，是啊，啊，心灵待了，那为什么去用偏啥？无啊，因为心灵太细，狭窄。无开阔，一粒沙落去，甲目睭随点着，啊！所以咧，愿断一切恶，一切无论大恶小恶，都拢总未使阁起啊！迄妄念心嘛，无爱贪嗔痴慢疑邪见，六项拢总无，才叫做一切断灭，一切恶。啊，咱即卖现在伫咧修，也未修到遐来讲，嘛是啊，渐渐要哪修啦。无你后摆你若想要做佛，要成就佛啊，无可能啊，无迄个机会。各位同修，这不算是咧讲讲，人心难得，在一个六道中，六道的中间，要得到一个人心，无遐容易。啊，得到一个人心都无遐容易啊，都是多数拢坠落去地狱、五鬼、畜生。你卖讲啥？咱来起受气，就是对落轨道啊呢，发念啊，屁屁叫啊。这个较早日本有一个将军，啊去清洗一位的和尚，伊问伊讲，读普门品，伊读甲足熟啊。但是普门品内底呢，就咧讲，乌风吹起宣蓬啊，飘对罗刹归国。迄乌风是啥物货？我也毋捌看。啊，罗刹归国是伫倒位啊？也伊这里法师啊，就安尼甲当在咧桌顶。讲你也无够资格来问我这个话，哎，全起起来，迄、那个面全咧嘴拢变起来，咱人咧受气面先怎啊？你捌看，捌看人受气面无？捌哦，哈哈哈！嘿，这个两块肉拢随水落去，啊，目睭随三角毛走出来。啊、我不是在讲啊，咱若咧起欢喜心的时候，目睭拢微微，啊，目睭安咧笑的时呢，啊，目睭微微乌润一点啊。即马，你若咧受气的时阵啊，目睭圆起来，啊，乌润一点啊，搁较收较细气，拢白人现出来，露出白人出来。嗯，所以迄当阵啊。现出来的时阵，这将军咱面红起来，目睭大泪起来，也就讲你真可，你对我将军遐尼无礼，也就背一支剑，剑要甲抬，也法师直走，直走，伊直甲掠，走伊甲遐一面镜伫遐，就哦，来，当你，将军啊，你看咧，看对镜底，这是毋是鬼国？啊、哦！我一阵的乌风，我甲你讲，你无够格通啊问我这落代志。安尼呢，这阵就是乌风，当作你，当作讲我咧糟蹋你啊，你去受气啊，啊受气你要甲我抬啊，现迄个五鬼相出来，你就对落伫鬼国啊。迄当阵啊，将军。人因日本人真迄落哦，唔是像咱台湾人哦，唔对，伊敢找唔对啊，唔对去啊，随鬼都找唔对。咱台湾人袂无，唔对我嘛，要阁甲你争，争甲讲我对，我道理都我比你较赢，所以安尼修无行。哦，那安尼修无。